我可以擦的吗？擦吗？于是我决定啊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哦，你确定你会？跟刚刚那题差不多。你要先简单一句确定一下是原上原内还原外。你要确定原内原外原。我来。确定哦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来，我来。知道啦。为什么？闭嘴！我就跟你说我会。会好了没啊？好了啦，再带回去啊，带回去啊，带回去啊。为什么这一个？阿木奶仔。点带入是大于零，大于零代表说什么？点在圆外嘛，所以画出来会有两条切线啊。你现在算出来只有一条而已，负四分之三，负斜率，所以就这一条。另外一条没算出来代表什么意思？它牵直线，牵直线没有斜率，所以 A 是斜率哦。你这负四分之三算出来，另外一个算不出来，不存在叫牵直线。通过三零，哎 ，P 点叫三零，牵直线叫什么？这条通过三，所以这条黄线叫 X 等于三，所以会有一条线叫 X 等于三，你要另外写。